的第六天，大家吃早餐可以说是吃的相当的厌世。我相信自由行应该可以吃到很多更好的，因为我们都吃饭店的，一直在那边绕圈，但是都夹不到想要吃的东西。我想要两份原味蛋饼加一个中冰奶。台湾的早餐店真的是不得了。你刚刚有看到热气球吗？没有，现在那边有一颗。最后还是没有去搭热气球，在我们饭店出来就看到了好多热气球。我们没有搭的原因是因为导游说，其实棉堡的风景真的很普通，再加上棉堡热气球都是白色的，而且数量很少，价格大概都是6000块台币左右，不划算啊。但是看到这些热气球还是蛮可爱的，我只能说没有在卡巴多基亚飞到，真的是一大遗憾啊。棉堡的真的蛮丑，像飞一次6000多块，真的是有点伤。有这个 PTT 的就是邮局，如果你有写明信片，看到 PTT 就可以投下去。这个邮票很多商店都有。卖一张是4块，记不记得到就看运气了。这一站我们到哪里？这个寄明信片的地方。每次到点都不知道在哪里。棉堡梯形温泉，现在的温度大概是7-8度，今天天气很好。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城市，大约可以住10万个人左右，里面有竞技场，还有一些剧院。希拉波利斯古城遗迹，以前住了这么多人。安妞安妞，这边还可以泡脚，记得要带很多卫生纸过来。冰到不行的石头，我脚截肢了。我们现在在走到温泉的地方，但是在这之前，你的脚就像是泡在冷泉一般，脚在冰锤里。傻眼，我在傻爆眼。终于走到热的地方了。我们走了那么远，这边全部都是冰的，这边完全可以拍完美照。你先冷过那个天堂路，你以为一张完美照这么简单吗？超漂亮。如果你时间够，你可以再爬下去，人比较少。可以这样子往下看，很漂亮。我们泡完又起来了，但是我还是必须非常郑重的跟大家说。一定要走到那边拍，我们拍了超多超漂亮的照片。因为那边的 view 太美了，我泡完立刻起疹子，你们还是斟酌一点泡好了。冲一个网美景点，在这里随便都是明信片，我觉得我会选目前这里第一名。你看，游戏开始，这10天你们会有10个面包以及10瓶水，武器会在每个整点钟的时候空投放下。我第一个一定刷死你。太漂亮了，我们终于快到了，我们爬了好远好远这样子。Hello。看我们爬得多高，不是在开玩笑。经过了千辛万苦，我们终于到了。Hello， 你很酷哦，太震撼了，爬上来非常值得。你看这往下看的景，太酷了。这边是古罗马的剧院，他们以前在这边看看什么？看秀。这个小孩看我们照片传到群组，立刻冲上来，这里太值得了，一定要爬上来。不会很累，因为天气很凉，走过来差不多20分钟。我老板在最后赶上来了。值得吧，不够高了，我想住在这不动。快点帮他补拍完美照，这里堪称老弱妇孺杀手。如果你想证明你是年轻人，就爬上来。有一种登山玩的感动。今天的中餐 view 很好的餐厅，身为一个专业的旅行者，自己带2罐沙拉酱也是很正常。到第5天、第6天才记得带沙拉酱。住嘴！我们带的胡麻酱是 Costco 的，还有一罐也超推大蒜酱。来这么多天，大家第一次把沙拉都吃光，胡麻酱万岁！毫无意外的，这一餐依旧是炖牛肉。我想吃麻辣火锅。我真是受够这些食物了。从餐厅吃完饭之后走出来，就有很多商店可以逛，小碗还有五里拉。每次出国最喜欢逛的就是这种小店。对，他沾到我了。哎 ，small big small， too small big too big， 哎 ，thank you， 哎哎，我要生气哦。你好，你好，耶。It's good. 我已经满手冰淇淋的绝品。眨眼眨眼，又被骗了。他刚刚说五里拉，结果是一球五里拉，直接给4球，强迫买4球。谢谢，下次不要再这样骗人喽，知道吗？要老实哦，做人。蛮好吃的，会有嚼劲。这是用手工肥皂盖起来的一个罩，这边很流行手工肥皂。怎么连一个屋顶都这么可爱？找到一个超可爱大象，55里拉，全手工制作，好可爱哦。是这个阿嬷自己做的，就不要杀价他了。得到了第一个战利品，噔噔噔噔，这边好多这一种哦。好了，不要再往上走了，我们要迟到。嘴巴说停止，身体却很诚实。这里超好逛，建议大家吃饭吃快一点，至少可以逛到2个小时以上。这里是哪里 ？I don't know。我刚刚拍到餐厅的名字啊，你们可以查那个餐厅。下一个点，车程不到半个小时的艾菲索斯上城，这边是以前有钱人住的地方，绕一圈大概是1个半小时。这个就是无花果。台湾都只吃一丝一丝的那一种，白色的，1罐5块，有吗？现在带你参观最辣的妈妈，那款口破干那就可怜。
清真寺不是不能露腿吗？你直接露屁股蛋，那石头真的好美，天然大理石，这个地板超滑的，这边是盛产大理石。只要有看到这个符号的，代表这边是医院。这个是胜利女神，小名叫做 Nike Nick， 但是这也是 Nike 的发祥由来。这边有个勾勾， Nike 就是这样来的。你看这边有马赛克的瓷砖，就是后亚郎都还收在，就是信义区。这边是以前尿尿的地方，男生尿尿也是用做的，非常好，这样就不会乱抓。他们一定要坐那么近吗？这如果坐满很尴尬。会不会300年后也有人在参观我们现在的码头？这边就是图书馆，后面就是妓院。所有人听他唱草莓歌。好多草莓在这里，超多草莓，香香的草莓，草莓甜甜的啊，草莓啊，人家讲啊，家讲啊，比崩溃，宝宝崩溃。我好生气，好生气！好，你再唱一次。花中草莓在这里啊，草莓啊，人家讲。宝宝好好玩。好了，不要生气了啦，对不起啦。不要表现得太喜欢。150 175 OK。No。Last price 170。走，绝对可以再低，绝对的。OK， give me 160。你看吧，原本那一对200，大家一定要记得杀价，成功杀价。我们到今晚的饭店，叫这个名字。打扰了。哦，今天的不错。哎，有阳台。这里多一张床，我可以来睡了吧？这间是我们住这几天最好的了，有煮水器感动，覆水感动，有你扫兴。这边请，门口请。我们现在从饭店走到一个杂货店，2分钟的路程。哇，大姐买那么多，这是大姐鸡推的饼干。我们跑来看爱琴海的夕阳，现在是7:22，走过去好累耶，要落下了。夕阳，朝阳。我真的想过在爱琴海看夕阳，旁边是你。怎么了吗？我就很荣幸。要下去了，剩下这么一咪咪而已，浪漫，拜拜。太阳明天依旧会升起，大家还是要努力上班哦。你不准，坏蛋，打我们家 Lucy， 我不小心把 Lucy 宝宝打哭了，他死掉了，昏倒了，在打吗？在打吗？哎呀，哎呀，那个我要闷死，他真的要我死，这我一定急。Lucy 赢了，耶！我跟大家说晚安，晚安。上晚班吗？我不要，真的不要。晚安大家，晚安。